日前，王俊凯亮相米兰时装周某秀场观秀，西装笔挺，充满贵族气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天王俊凯周围皆是女士，王俊凯身子前倾，只挨着一点点凳子，仿佛听到其内心在问：这里是女儿国吗？帅气贵族小王子王俊凯，王俊凯太帅了，米兰小王子，矜持小王子王俊凯为我们的小王子打 call。 王俊凯小王子在场内跟众多女生坐在一起，容易害羞的鲍爷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害羞呢？看他默默后颈羞涩一笑的样子，就知道是害羞了。当然，吴立凯王子也不是一直坐在位子上的，也会找到别人一起交流交流。秀场内五光十色，灯光绚烂，不同的光线打在王俊凯脸上，丝毫不影响颜值，这颜值够硬。